不行了，下一届一定要。我已经不行了。要十八加一点。真的假的？你说下一个吗？我的超无聊哎、欸，这个题目。为什么会有那个加？十八。十八拉西。是我拉爸。十八啦。对啊，为什么那个加？他跟我说我很晚进伺服器，是我的问题哦。我开错版本，不是1.7.0吗？可能。1.75。1.75不是，平头不能进来。啊、哦，没有没有，我是说，你再说一次啊！我前两天才听到那个新版健康操的歌，我现在听到 Lucy 的名字就想唱歌。谢谢可可，谢谢我们恭喜健康精神好 ，Lucy 是一连起来的。一起看一下你的哦，真的超欠杀的。哎、欸，我们先讨论一下这一次我们要盖什么啦？不是十八间吗？没有啊，哎、欸，还没打掉，我刚有人打掉了。今天你不是说我说你也要剃吗？你不要用这个方式来逼得我也要剃光头。可是你有没有很怀念当兵的那个触感啊？是蛮怀念的啦。可是当兵的触感也是我营，也是我新训的时候会这么。他刚刚说赢什么？已经等半个小时了，刚开一场啊。然后现在开台吗？没有吧？有啊，快开台，先开一下的。你要放水屁了？你刚又放了一个响屁吗？而且我听到 Hello, 大家好，我是老天，也请各位锁定我们的。把它挂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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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把它挂掉。交通事务所，交通事务所。哎、欸，多多真的超萌的、啊，多多讲就好了。多多讲啦，老天逼着多多讲。你们态度整个变超多哎、欸，因为一个侦探跟女秘书，我想你一定是选女秘书、啊。女秘书啊。还要选侦探？不会啊，像我就会选侦探啊。没有啊，女侦探吗？对啊，我要选，我也是选女侦探啊，也不是选男侦探。就像霸凌就好了。我也会选女侦探啊。你们就每个人都是叛徒。看到星期天就讲到夜行冰冻，真的乱。哇、哦，哎、欸，我有事先走，拜拜。被踩。他挂掉了，他挂掉了。他既然挂掉，我们就真的把他踢出去。然后就躲在这边。怎么那么久还没有开始啊？因为我们瞧不拢七个人是哪七个人？题目是十八岁可以做的事啊、喔，有观众这样讲。哎、欸，我觉得这个不错啊，这个不错啊，这个不错，那要限制吧。因为一堆人都是开车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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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骑车、骑车、开车，怎么可能这么写那么简单的东西？也是，我一定要写、啊，我一定要盖杀人放火。四个字超难哎、欸，七个字，我喜欢七个字。七个字，十八岁可以做。对啊，啊不一定是什么两个字，不一定要一个动作啊，可以形容一下。带着铅笔去上课，你看七个字啊。可是你18只带铅笔去上课，不是我跟你讲，这是你十八岁以后才会做的事哦、喔。对啊，什么？你十八岁以前就这样做？十八岁就这样做 ？BB 举报鱼竿 ，BB 七个字、啊，不是我的是八个字哎、欸，七个字太多了，看起来会很难哎、欸，七个字有点难，哎、欸、八个刚好八个字好不好？我想八个字，八个字我刚好，那我还是可以啊，八个字也 OK 啊。好，那我们就八个字，十八岁最想做的22件事情，第一件就是车，第二件是睡，第三件是玩。哇哦，你好可怜啊！你到十八岁才可以做这些事啊！十八岁，那你的童年真的是有一点没得吃、没得睡、没得玩，那就是一个惨痛的童年。你的童年太可怜，难怪星期天现在变这样。怎样？好好的。其他就是旁观的，就是先不要讲话，因为那个之后要、欸、开始了、也没有什么法律规定还是干嘛的，而是你觉得你是十八岁以后才会做的事，像是裸奔呐、啊，棒或者游泳啊。谁十八岁会裸奔？十八岁以前不会想到要裸奔、啊。好棒了、哦，喂！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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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题目是什么？开春第一张，好可爱、哦，烂透了。等一下，这是什么？弱哎、欸，超烂！我怎么超烂？这个超级烂哎、欸，烂、到一个不行哎、欸。欸哎、欸，这个有多难开吗、欸？我真的觉得我快爆掉了。那个东西在哪？啊，你的麦也快爆掉了。你刚刚的麦有？那应该是老天，老天漏麦吧？今天放水屁吧？我是觉得哈，我们今天玩这个和气生财，好不好？和气啊！哎，有一个喝药水的人被制作黏到。然后他现身了 ，Lucy， 低能啊！我觉得这个人是硬塞八个字出来的，那绝对不是我的。那我觉得你抄到我的耶。What？ 有没有办法叫出不在这个场的人的人头？打指令可以啊，可以。巧克力的吗？哎哎哎，谁挖洞进来？谁挖洞进来？为什么？为什么 Lucy 挖洞过来？旁观者不要
不要在那边挖洞啊！炼鱼没有旁观者魔术、啊，没有没有，一点八才有，可惜了。哎、欸，好了，好了，哎、欸，我们要按。欸我看到是自白新盖的，这一看就知道是白新盖的、啊。哎呦，星期天我给你一个机会炫耀一下，你那天天凤打的什么牌？我今天天凤打了一个大四喜门，轻轻一射，砰砰砰，八仙过海。乱讲！我靠，没有八仙过海，你刚刚没有八仙过海，打错字吗？等我一下，来不及了，都不要动哦，都不要看哦，请替替我，我不想动，请替替哦。第一题啦，买一杯星巴克咖啡。安康米，这个又不是十八岁可以做，这又不是十八岁才可以做的字。Lucy 还没出的，小孩子哦，谁出的？谁出的？我出的。小孩子啊，我小妹。这是星巴克，这是星巴克，星巴克。哈哈哈哈哈！哎，怎么可以用英文那个？安静怎么可以用 coffee？那整个就是作弊啊！没有错，根本没有人猜得出来。有有咖啡豆哦。哦，没关系啊，因为这题是我猜，所以我根本看不懂英文写的。完了，你猜什么？夜店叫一杯特什么特调酒？夜店，我想说十八岁才可以。哎、欸，夜店超难画，夜店超难。原来就是这个、哦、特调酒，哪会拿酒瓶出来倒酒啊？你可以告诉我夜店的感觉在哪里吗？我做不出来啊！所以那个是夜店的灯吗？今天你盖这个的吗？原本打算做一个会旋转发光的。没有没有，今天你先回答我，你这题盖了多久？盖了蛮久的。哇塞！就因为这盏灯。好啦，这题是我猜的。发光猪鼻下喝红酒。看东西啊！是我猜的。你看他的，你看他的灯就是发光的猪鼻，这才不是发光猪鼻。光完美盖出来了。这个人盖得这么认真，我真的快受不了了。我想说，十八岁，十八岁才能做的事情，该不会是反星吧？像猪一样品味红酒，有点过分啊。那不就是十八岁可以做的事吗？我觉得这样子有点人身攻击。你怎么可以侮辱猪？不错了啦，已经不错了。星巴克变红酒，不错。我觉得这个歪的有一点，不过他们都是喝的啦。都是喝的啦，啊、对。当兵行照。当兵洗澡时减肥皂，哎、欸，我出的，哎、欸，我盖超好，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麦克了，哎呦，谁盖的？我，还不错耶，不知道猜的人有没有猜出来他是当兵，而且他是穿绿色裤子，应该猜得出来是当兵哦、喔，绿色裤子应该是当兵，没错，我猜对，我猜对，我猜对，当兵洗澡掉了肥皂，掉了肥皂，可以，好了，有蛮近的，哇嘞，减肥皂也太性感了，有点可怕。谁盖的？我盖的，我盖的。哎、欸，这边有那个当兵的帽子，哎、欸，帽子好酷哦、喔！特地盖戴那个冰盔出来。可是下一个人猜的人应该没有看到帽子，我想光腰要下去捡个肥皂。哦，老天你雷耶！哦、天哎，今天你明明就有当过丢过肥皂过哦。没有错。不要趁这个话题偷渡，干嘛？啊，这个好猛啊！完美的呈现了弯腰下去捡个肥皂，后面那个让我会想到别的东西。谢谢，那个就是莲蓬头啊，是莲蓬头，啊、不然的吗？莲蓬头啊，我看到观众讲，透明人吧，这不是反手吗？透明人推去捡肥皂，而且那个点还是加减乘除的减，透明人那明明就是莲蓬头，反正你脑袋都装什么？我塞得那么好，我怎么这样？可以帮爸爸买烟。这到底是谁偷的？可以帮爸买烟，我猜的，我猜的。这个很猛，盖的超好。欸、我是你爸，去买烟，免费的帮他们打了商标。去 Seven 帮爸爸买烟。那我买，我盖的就完蛋啦、啊。这个盖的很完整哎、欸。鱼竿你盖超好。我的妈呀！你们这个 Seven 的大小会不会差太多？我盖的多，一个超可爱。没关系，没关系。阿靖，我懂你，你用那么多 TP 下一组好不好？一个用六乘六就盖出一个 seven， 你用十二乘以十二。看他用几乘几盖出爸爸跟儿子。也是帮家长跑腿买香烟，没歪了，没歪了。哎、欸，都很正，都很正，欸、还算那个，这是一柱香吧？没有家长啊，这个。是烟气。哦、oh, ，没有盖出家长，这就只有买烟而已啊。啊，这只有买烟而已。好了，最后一个我猜的啦，我宣导一下有没有？好，孩子们，请勿吸烟啊。哇，真的没歪的说。我爸爸花最多时间在盖、欸，都还不错。好啦，再提。跟鱼竿一起玩麦块。十八岁，这哪是十八岁？怎样？是谁出的？啊，我出的怎样？不行了、喔，跟鱼竿一起玩。十八岁我也不让你跟我一起玩啊。啊，十八岁可以做的事，我没有，因为我不是十八岁才能做的事。这就是一辈子都不可能做的事啊。那我在干嘛？我不想跟你玩、啊。你不要玩，你给我离线。
对，这是凡心盖的吗？我开的，欸、好可爱啊！我自己猜的啦。看金发美女玩麦，自己看，我自己猜，看金发美女玩麦，好意思。哎、欸，难怪那时候。哎、欸，天哪，这个也太可爱了吧！哎、欸，好可爱哦、喔，天哪，超级可爱，好可爱哦、喔！往这边看呢、欸，我盖的，好猛哦、喔！感觉这一题很正常哎、欸，在家看鱼竿玩麦块，你那边乱出啊？我哪有乱出？我出的很正常啊，很简单的。不然你希望出成什么样子？为什么？小强盖的吗？哎、啊，我盖的，窗都裂开了。你在写什么东西？哦，观看。今天哎、欸欸，我觉得这样子有点过分。哦，今天，我觉得这样有点过分。我觉得他是故意的，不是故意的。我觉得他是故意的。你不能因为你童年有很大的创伤、欸、就这样子玩坏我们的游戏、啊。肚子疼我了，吃喝拉撒睡玩跑跳。原本就是猜的。这谁出的、啊？吃喝拉撒睡玩跑跳谁出的？老天你吧。今天怎么出这么烂的题目？这个也太简单了。我猜错两个字而已、啊。看，你猜错两个，哪两个？马屎。马屎是什么？马凯的马，史莱姆的屎。我想说马屎。马屎是什么？所以你猜出。死了拉撒睡玩马屎。一个很像糜烂大学。玩马屎。我就该吃了拉撒睡玩马屎。等一下，难怪会有这个东西。是什么？你知道我猜什么吗？鱼竿接下来是我猜的，你自己猜。等等，是谁盖的？鱼竿，你盖这个。鱼竿，你自己看我猜什么？你盖这个怎么可能看得出来？你没有猜到马屎。裸吃麦当劳到中毒是什么？马屎。连马都不见了。不是鱼竿，你知道我刚刚没有看清楚，我看它的纹路，我以为是牛，怎么下垂了啊？完全看不出来这是什么，很难猜哎、欸。对不起，这是我盖，我、啊、是我盖的啦。你们看到这个题目，你们要怎么盖？我已经放弃了。从哪看出来？而且为什么是星期天？裸吃麦当劳到中毒，那是死掉的意思吗？对，老天是麦当劳，为什么是我？今天莫名中，今天莫名其妙中枪哎、欸！半夜包台不怕零、欸，这也太难画了吧？哎呦，这是十八岁才。好黑哦、喔！好黑哦、喔！耶、yeah ！真的是半夜包台。我一开始就是我最久，我就是在盖上面那个黑色的。你可以请人帮忙。哎、欸，星期天，你为什么让他裸体？对啊，肯定是。所以我就让他有没有？就是半，他就是裸体啊。他的表情好到位啊、喔！这谁盖？这个有内内。凡心，你盖的吗？我盖的啊，内内。不要按的话，他会嗨。难怪会有那个题目，你知道多难盖吗？那时候竟然是聊色，聊天是聊色。哟，这谁在的？还有人叫我加控制感、欸、这是手机、欸，手机耶、欸。是赖吗？对啊，赖啊！竟然一瞬间就看得出来是赖，没有，就是看到是手。哎、欸、妈，我教你这样子。哎、欸、哦，哎、欸、帅、欸，哎、欸、好帅、啊！有一个谁来的、啊？用手机看十八家的。哦，这个人是龙。我啦，我啦，我啦。阿进，你越来越没有才能了。我才能在今天被剃掉了。办理手机学生专案，这超难盖的。我靠，这超级难盖。谁出的、啊？这我出的啊。这是盲信吧？你有听过案例吗？是在做什么交易的？天哪、啊，这个是我猜的、欸，我已经尽力了。看得出来你尽力了，这真的是有点难。买了黄色录音，买了黄色录音带，为什么？哦，老天，因为超像录音带，不是我的错哇！他的图本身就误导我。重点是还是录影带太久远了吧？不对啊，然后我就盖了黄色录音带，现在难买到录影带。可是你没有盖出它是黄色录影带，可是猜的人却知道那个是。你看上面，我上面你看这边这边，你要看这里写个 A。哦，就是有你这样子不看仔细的。我才不想看仔细的。你看繁星看得多仔细，可以去买成人卡带。为什么是卡带？卡带真的超久远。卡带根本就是一片久远的。现在时光穿越变 DVD， 鱼竿那盖超好，我真的一看秒懂。一个，但是我真的凑不到八个字。怎么这样子跟他买烟？我刚刚去那边抠鼻。为什么要加的时候？这个是那个啊，就是爸爸叫他去买烟，结果他去买色情卡带，结果最后在家里中毒了。又是一个故事，这是一个故事。哎、欸，为什么要传到这个？为什么传到这个？为什么？我觉得我盖得很可爱。怎么这样？我觉得这就是迷人意图，使人。使人什么？肥皂。不是透明人哦 ，Lucy 乱盖啊！你们这些破坏我，今天没有艺术细胞的家伙们，不，太多了！完了，这在干嘛？这是在干嘛？这是在干嘛？这是在干嘛？不知道他们在干嘛？我不知道他们在干嘛？我不知道他们在干嘛？多在干嘛？太超多！不知道他们在干嘛？翻出来吗？我靠！哦，天哪、啊！
Lucy 哦。天啊，我看了什么？不是我啊，不是我啊，是谁？你刚，你就补了一个，你刚刚不是有可以讲话啦？都是我，可以讲话啦。